新赛季新段位新开始，别看是重要的排位，但实力起码都是王者级别的。那么就让我们在新赛季的第一场用这个剑圣李白拿个开门红吧。那么我就拿个大龙缓解一下尴尬。这老虎简直欺人太甚了，你真当我好欺负吗？哎呦呦呦，打不过打不过打不过，哎，走位躲，正面确实打不过他，但迂回一下，回头望月，打他一个出其不意，天秀。那么我觉得可以去抽个水晶缓解一下尴尬，新赛季第一天若是抽到一个水晶，那比赢十局都要快乐，而且正巧又有折扣，今天我福建开下王要花最少的钱抽最贵的水晶。抽这个啊，其实都不用去看获得的奖励的，只要看当前的幸运值，如果变成零，那就说明出来了。哦，哎呦，杨戬啊，原来我连这个英雄都没有啊。那不亏，单单杨戬这个就值回680点券了。那么我们继续，今天势必要拿下这个水晶，虽然我已经有两个了，但有三个岂不是更好？抽奖之道，那就是你越不想要什么，它就越容易得到什么。所以不要给我水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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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给我水晶。我操，无情。那么576个英雄碎片，2247个皮肤碎片，两个荣耀水晶，两个王者水晶，你让我怎么花？哎，苦恼。